圣婴女子中学语言和艺术卓越中心。圣婴女子中学是一所位于新加坡大巴窑的政府资助自治天主教女子中学，学校成立于1854年，是新加坡11所圣婴修道院学校中最古老的学校，并且是所有 CHIT 学校的母校。 CHIT 中学最初成立于维多利亚街，然后于1983年搬到现在的大巴窑校址，当时被称为城镇修道院。这所学校是圣婴修女会履行其教育所有社会阶层的女孩，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女孩的使命的地方。在她165年的历史和转变中，数十名女孩走过她神圣的殿堂，并见证了以基督教对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核心信念为基础的教育。学校在帮助学生发展定义其性格和目标的个人价值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圣婴女子中学目前是被公认为语言和艺术卓越中心。你也想与优秀的人同窗吗？你还想知道关于圣婴女子中学的哪些信息？请关注新加坡袋鼠学，帮你离梦想的名校更进一步。